之前有人做过行员吗？我没有正经做过行员，但我有做过，大家来抢我吧。智能汽车可以讲很多。智能汽车，植发行业，我觉得我可以做智能汽车。脑机接口可能没有数据，我觉得。我想做脑机接口。有没有奶酪或者植发的？植发。智能汽车、奶酪、植发行业、脑机接口。我都 OK。